这边等啊，这边等。今天吃了很多美食了哦，可是你看到天空站下面很热哎，怎么楼上好像比楼上比楼下地下两层还凉的感觉，这美丽岛站哦，有点傻眼，很热哎，吹电风扇，你看今天多好。反正那几外面很凉，里面地下很热，这冷气也省过头了吧？有点摇头哈、哦。好了，要回去了，吃好饱了。应该吃的。我拍了10部影片了，就叫这个11部了，其中有9部都是吃的，几个吃到干，累了，回去洗个澡睡觉了。好了 ，OK， 拜拜。你要几分钟了 ？OK， 拜拜了。